大官人，奴家心里害怕，一刻也离不开大官人。啊，弟子回去，以后的事我与王干娘商议，到时候我自有办法。可人人都长着一张嘴，我怕。除非他们长了豹子胆。这阳谷县里，我说是黑便是黑，我说是白便是白。 你不是跟西门大官人要梨去吗？不要了，那梨是孝敬大官人的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都不行，打你狗小子，揍你！别打了，饶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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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娘子啊，来来来，娘子哪里去啊？回去给武大煎药。听说了吗？那武二快回来了。几时啊？也许十天半月，也许三天五天，今天晚上也说不定啊。他若看到武大这个模样，能饶了你吗？老身也躲不过去呀。不关干娘的事儿。怎么了？大郎说了，不告诉他家兄弟。哎呀，好个不省事的娘子，嘴长在他身上。一旦他说了，不但害了你我，也害了西门大官人呐。难道娘子就忍心与那西门大官人一刀两断吗？难道娘子就甘心与那武大过一辈子吗？那依干娘说，如何是好呢？明日找来西门大官人再做商议。那个时候，若不是他剐的娘子，哪会有今天的事啊？我们王干娘上茶。哎，可是绑在一根绳子上了。大郎，来，吃药。我怕是活不长了。大郎休这样说，吃药吧。你好好给我一并吃药。等我兄弟回来，我们见上一面也好。给你一纸休书，成全你们。我若是死了，我兄弟回来，绝不会饶了你们。大郎，不热了，来。大郎，你休要想那么多，专心吃药治病要紧。
弄点水来。西门大官人，怎么这时候才来呀？老身给你泡的茶也都凉了。大郎，喝水。大郎，你吃了药好些吗？哎呀，老身的衣服袖子紧，还烦请娘子给改一下。大郎，你稍歇歇，奴家去去便回。你就等不到我闭眼睛吗？大官人。